期待宇宙光能够继续的走下去，我陪着你们一起走，一起走去发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向莹，我是宇宙光的终身义工孙月叔叔的女儿孙向莹。我14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带我来宇宙光，那时候的宇宙光还不是在这栋大楼，而是在一个日式的小木屋里头。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就带着我来开始学习怎么样当义工，开始包装光谱还有宇宙光杂志，那是我跟宇宙光开始的第一次。然后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呢，我现在呢也是宇宙光的终身义工，所以我真的很高兴。我觉得这边就像是一个大家庭，因为我以前国中认识的那些小文姐啊，还有黄永永弟兄，他们现在竟然还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，是一个我很喜欢待的地方。然后我也祝福期待宇宙光能够继续的走下去，因为这个世界现在非常的乱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们是一股清流，好好的再走下去，我陪着你们一起走。